据台湾联合报十二月五日报道，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五日出席台湾东吴大学法学讲座，并且以六十九年来的两岸关系今后何去何从为题发表演说，分享两岸关系发展，也有相当多的大陆学生到场聆听。马英九再度解释先前所说的不排斥统一的说法。马英九表示，这就是可能会，但也不一定会。 统一要看条件跟时机，至于两岸关系该怎么谈，他则认为还是要有两岸直接对话，通过美国只会更坏。九二共识是两岸双方奠定的共同政治基础，是两岸共识，不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的国共共识，对台湾当局有拘束力，不能轻言变更。马英九强调，所谓亲中爱台无法取代九二共识，因为两岸关系并非两国关系。 不应称大陆为中国，不管是亲中和中友中之中，都有一中一台的一谈，反映使用者不亲不和不友，不知。此外，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大败，马英九五日表示，这次选举十个公投案有七个通过，都跟蔡当局政策相反，执政两年多还这样，表示民众对蔡当局确实有很多意见。马英九还说。 他当初击败民进党当选，但执政八年后下台。现在换民进党当局发生问题，只不过民进党当局衰败比马当局快四年，这不是我能控制。但选举来来去去很正常，政策不受到民众支持，民众就可能投反对票。对民进党当局执政让两岸关系激动，马英九说不会很担心两岸渐行渐远，越开放越能找出相互合作的办法。 两岸其实很多地方可以互补，有一边有很激烈的主张，另外一边可以提出不同看法，慢慢协调出一个共同看法。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，八月十五日，马英九参加二零一八年台湾竞争力高峰会时曾表示，将到两岸关系，特别强调两岸关系与九二共识的关联，相合则往，相离则伤，相反则挡。 两岸关系若能以九二共识为基础，可以容易让双方达到和平的发展。马英九表示，对于未来当然不排斥统一，但绝不会推动台独，同时反对使用武力，维持现状才是台湾才是最佳选择，也才能保证外交修兵能继续。否则两年丢四个邦交国，实在多了一点。